蔡国庆可谓是出了名的不老男神了。据悉，1991年蔡国庆首登春晚，那时的他和现在并无太大区别，真的是冻龄男神本尊了。今日蔡国庆开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，现场气氛一度高潮。蔡国庆蒙眼登台，与观众互动击掌，气氛欢快。男神也还是有一颗童心呀，身穿1991年春晚演出服，依旧潮范十足，妥妥的小鲜肉一枚啊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